各位同心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。这节课由我们台南州刘坤南刘知识来演讲哈，请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咱这节课哈，我那是小讲两点钟哦，咱这个中途哈，咱的一点钟，咱那小讲来休困十分钟了哈。这节课是这个近代史的历史的回顾，这个近代史就是对咱这个下关条约哈，1895年迄个时代开始，咱底下按较近，那过去伫清朝啦，还是啥物元朝，迄有都写迄个历史，历史拢是人写的，写真写假，咱无法度通去正确的去解了解。所以讲，伫这个近代史，咱有记载，嘛上正确的，咱做一个，甲各位做一个解说，为什么台湾这块土地会这样复杂？因为就是拢是战争来所引起的，所延伸这后边这个问题。有的人你若无去了解这个法律，较早国民党。是安尼，你若阿未来进前，你敢捌听到旧金山和平条约？你毋捌听过吗？我阿未来进前，我嘛毋捌听过。整个对咱台湾有利害关系，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。伊将这个历史拢甲你暗藏起来，毋爱互你知影。像中华民国甲美国用这个模糊的手段。安尼甲咱糊弄、乌龙写到到今日，咱拢唔知道。当然讲，像咱拄啊秘书长，我要拍拼时，透早出来啊，都日头还未出，就开始就做个暗。为着虾米咧？钱嘛，赚无足济啊，剩咧就是咧交税金。会记得咱较早有一句话：台湾万万岁，拢得交税金。自从咱来了解这个国际法了后，咱会深深去想，恁一定要用心来看这本《新台湾论》。你所有的疑问，包括阮正江苏伫只讲的问题，你拢会伫只一一拢会甲你解答。这本是真真正正的圣经啊！因为我曾经就是看这本册哈。我看两遍，因为过去我相信咱们伫咱三位哦，一个新的学员我有讲过，这本册我看两届，是阮太太甲我捏破的，伊甲我捏破的啦。但是伊唔知道，因为这本册吼，伫所有的内容内底，这本册是活的。因为过去我伫民进党20几年。咱所向往的，咱有迄个理想，有迄个方向，但是咱无迄个目标，咱行袂到。你甲想，哪会当独立？迄阵的思维啊，台湾哪会当独立吼？唔免安尼防 Q， 唔免啥会防左右，啥会遐袂使，遐袂使，家己有家己的国家嘛。迄阵安尼的思维安在想，但是咱唔是国家，咱啊正式甲了解起来讲。原来咱所支持的民进党迄个年代，咱就是行唔到方向去嘛，行唔到方向去嘛，咱无法度通啊独立啊。所以讲看这本册，你会迷，伊这就是活的逻辑。你要爱想，你要爱的目的，伫进来底，你会去延伸。到底过去那也未使，是啥物原因？里面都是有，你就会足认真。我等下。那做两回回来，我就是拢困伫房间，就是在看这本册。你叫伊做工回，讲等一下做，等下啦，等下再做安尼。我爱着讲奇怪，看这本册到底是伊嘛看无啊？但是你也派我，我已经看两届啊。我那个买一本，那个秘书长，恁真买拢精装本诶，我较早是拼装诶。奇怪，你才搁有这拼装？我甲讲吼，这人叫我来签诶。其实是我，要给他做一个留念纪念。恁
买回来这本书要看。你看你不要说哦，这个我们必须有签名就把它留下来放下来，这样没有那个价值。你要去看，要去了解，一年今天开6000块来，这个高级班10000块，之前训练也6000，你们点招，虽然这些钱啊，不是说很多，但是你来的意义就不一样了。你今天如果没去了解，真正了解台湾的地位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就住家就好，有冷气可以吹，也不用住这样，坐到这样，有这么久我要生死。我相信在座，我也做过孩子，我们都做过孩子起来，对不对？在国校、国中在读书，就一天哪有算什么，你们每天在读书嘛。但是你都在外面做工作，今天来叫你坐两暝三天，我讲我今下就脚肿皮安尼，我要生死，都是要弄个度孤啊！所以讲恁今日来，知影了解这个内容啊，恁等于爱好好爱思考，困的时阵你甲想讲，我今日来到底是学着虾米货，是去了解着虾米货，是安怎我今日要来遮？这种是思考的问题哈、哦。我简单介绍一下，我姓刘，我住伫屏东哈。那个上家哦，开关哦，公告未啊？公告未记，爱记开关哈、哦。来，这近代史的历史哈、哦，这个回顾年表，我大概跟您讲者，这是一个大纲。啊，较等下我也可以详细跟一一做解说哈、哦。就是1895年哈、哦，这个下关条约，就是中国人讲马关条约啦哈、哦。但是咱是。爱讲下关条约哈，下关条约哦，伫这个1895年哈，4月17日哦，所签的，但是伊是5月7日生效哈。啊，到这个1905年哈，天皇开始伫台湾建立主权，头一届哦，400几年来头一届哦，来建立这个主权，但是这个主权哈是。近最近100几年来，才开始有这个主权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国家甲国家在谈论呢，吼、哦，这个主权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沙粉体，哈、哦，来啊，到这个1915年，哈、哦，这10年的时间，过来就是1937年4月7日开始皇民化，啊，上面也叫做皇民化，哦，这等下我来做一个解说，后、哦、来1941年，哈、哦。就是发生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东亚哈战争，这个就是咱所有台湾即马诶目前诶地位，就是因为拢对即处诶战争开始哈。过来就是在1945年诶4月7日实施明治宪法，这个明治宪法你甲想，即马4月7日啊，这个嘛一个4月7日，啊4月7日是啥物节？愚人节。这是唔对的，即天咱啊执政，咱绝对甲改哦。即天是行宪纪念日，哈、哦，这是中国人甲咱改。即届即天，就是咱日本啊，咱的美国以这个会计年度哦，所以公家机关、学校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这个国会啦，哦，拢都是4月7日开始上班，吼、哦，啊开始上课来。1945年8月15日，吼、哦，就是因为迄两粒原子大弹，伫8月7日，吼、哦，头一粒投下伫广岛，第二粒8月7日是伫长崎、长崎，吼、哦，这两粒投嘞，哦，日本天皇伫这个8月13日的时阵，伫国会又提起，哦，啊，有通过，但是14日伊伫这个在日哦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收音机的机啊，开始伫啊，伫要安怎来讲这个投降的代志吼啊，所以讲伫15日即天，吼、哦，就是讲无条件来投降。过来伫1951年，这个足重要的吼，9月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，哦，即天是签约，但是即天也无代表战争结束哦，都爱即天，吼、哦，4月28日。
生效1952年的4月28日，哦，生效即天，但是战争的终战，哦，终战。来，咱来看这个《下关条约》哈，《马关条约》原文，咱来大概看看清哈。头啊是大清帝国的皇帝，吼，甲大日本帝国的皇帝，因为是皇帝甲皇帝签约的，唔是政府甲政府签约，这点来搞清楚。因为日本伊是二元制的国家，元呐，一元两元迄个元，吼，二元制的国家。啊，你政府的顶面，首相的顶面，就是皇帝嘛。啊，皇帝伊所有的版图。哦，你像即目前苏联占的这个北方四岛、北方四岛，韩国所占的这个德岛，哦，包括伊本身进日本、新日本这个四个岛，哦，这个九州啊、四国、本州加迄个北海道，哦，即目前就是这四个岛成立这个新的日本政府，过来就是台湾、澎湖。甲东沙、西沙，吼，就是这个、迄个南海家，吼啊，所有包括琉球嘛是，伊有疆界的这个领土，但是皇帝无法度他管理，伊来委托首相来做管理，啊，所以讲首相有权利无，伊嘛有权利，吼，就是这个主权、权力、管辖、治理权。啊，天皇呢，天皇伊有。territory 就是领土的主权，伊无法度他管理乡镇，啊，所以讲伊委托首相，吼。即咱爱问哦，漳州因有都是啊，我那咧甲伊问的时阵讲，啊，台湾是属上的，啊，日本啊，日本是唔对，哦，是日本天皇的，这个、领土，吼。啊，这个《下关条约》是向甲虾米人去签？中国一所派就是这个李鸿章，那李鸿章，咱应该伫这个国中吼，这个课本啦，吼，都拢有大致上拢总有知影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伊藤博文咱都唔知，吼。日本天皇是派这个伊藤博文吼，加这个李鸿章吼来签约吼。啊，这个呢，华山之计就是咱第一任来伫台湾家的第一任的总督来管理的，哦，就是对1909年，1895年开始，哦，啊，伊就担任咱第一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李鸿章的第二后生，叫做李金芳，即嘛签约了。爱点交，啊！你点交呢？伫这个南沙，还是进目前这钓鱼台，迄位有伫你那退潮了，当我看到岛，啊！你那涨潮起来无看到，迄嘛是算是有36个小岛，啊！一去点交，点交三天，哦，他开始点完，哦，就是6月7日，因开始点交，啊，6月17日。吼，都经过半个月了，就开始实证。因这个土地已经是变作日本天皇的领土，所以讲伊派总督来开始，吼，来做这工作。啊，这个下关条约，下关，咱讲下关是伫对，吼，伫这个北九州市，吼，伫这个下关，啊，这囝吼，有一个港口。哦，所以讲，等下来那个看这个图，哈、哦，这就是日清讲和哈、哦、谈判场，就是这个春芳楼下关这个家家，这是上元素签约的所在。但是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迄粒原子炸弹伫广岛，但是伊也影响到家，啊，迄阵建构吼无将健全，拢用茶。哦，咱行落去遐，哦，拢大部分拢全是查建构的，但是嘉义又派去了后，哦，搁伫原来的所在，原来的所在，
哦，这个伊藤博文命令讲啊，这个袂使去哦，当安尼都无去，这是一个纪念性，非常的有纪念性。所以讲，伊只你甲看，日清江河纪念馆，哦，因为扛棒无用足大支，拢用茶安尼做一个纪念尔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就是原来的所在。啊，你甲看，今啊都是海啊，哦，这是这个下关世家哈、哦。啊，这签约，这就是旧的内底，哈、哦，这里有白变质的，这就是李鸿章。爱、啊、看出来对面就是海，哦，啊，这里就是这个伊藤博文，哈、哦。伊这个李鸿章，哈、哦，讲起来嘛是足搞怪的。伊签约第三届时阵，伊当签，啊，为什么第三届？伊迄阵就是看遐个船吼，要伊讲问讲，嗯，啊，遮种这船是要创啥个？伊讲要拍支那人，支那人是谁？恁知无？中国人对，无唔对？啊，所以讲吼，遮个船，因为战争有一个规定啊，我若战赢个人，迄边个人，我会当要求战书个赔偿，对唔对？啊，所以讲，伊看到讲，哇，惊死！啊，遮个船将这出去，啊那。累，那输啊，唔知要阁赔偌济，所以讲，伫这个江河条约吼、哦、下关底价都签啊，哦是安尼签的，哦过来就是讲，咱伫台湾吼，伫、哦、咱的阿公吼、哦，甚至咱的阿祖这个年代，总共有19音的这个修行，但是18音的进境。18音的进程，拢是由天皇，哦，天皇来任命。啊，为什么19音唔是？哦，19音就是因为伊伫1945年的4月初，天皇已经下诏书，哦，台湾甲澎湖合并伫伊的领土，合并伫领土了后，这个是不是得由？首相来任命，所以讲安藤利吉就是当这时的首相东条英机任命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这边呢，第18音，这边哦，进前这是一个主权的任务。过来呢，这个19音加都唔是啊，吼、哦。这较等下，我会详细甲恁做一个解说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即马就是，这是拢伫日本，咱当初是过去，咱足少去了解嘛，足少去看到的，吼、哦。就是讲，领有台湾主权的天皇陛下，咱啊，较年岁较济，吼、哦，像阮阿公，就是明帝，迄个年代。啊，那阮爸爸。伊就是昭和，吼、哦，昭和7年，吼、哦，昭和7年。啊，即马，即下你所看到的，就是这3个皇帝，但是明帝啦、大正啦、昭和，吼、哦，包括咱即马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天皇、平成，这种是年号啦，因的年号，按正式的名，吼、哦，就是明帝伊的正名。哦，就是穆云，哈、哦，天皇，大正呢，哦，伊个后生叫做嘉云，啊，那昭和天皇叫做儒林，啊，当今的诶，这个皇帝，哈、哦，就是皇上叫做明仁，啊，伊个后生，大后生叫做德仁，啊，因德仁生左囝俩，哈、哦，所以讲第一个第二后生。各有生一个幽人，因拢总是人字辈，吼、哦，拢是人字辈，吼、哦。即咱大概咱了解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每一年，吼、哦，每一年诶，即个12月20，因12月23是天皇诶生日，所以讲咱拢会去给祝寿，吼、哦，拢会去给祝寿。啊，天皇因为一年只有2届，吼、哦，会见即个人民。第一就是伊个生日，第二就是新历吼、哦。咱遮拢讲是西元，过去咱就无改迄个啥物有农历吼，拢、哦、是
西元就是初二的初二迄一天，哦，伊到出来甲大家即个祝贺啦，哈，就是讲即个新历年新的开始了，对。啊，即个皇民化哈，皇民化，哦，开始的时阵，就是伫即个1905年到1915年，哦，即个时间一开始，哦，来通知，哦，来施政，哦，啊，到即个1937年的4月1号就开始，按照万国公法，即个 SOP 的即个计划开始，哦，实施皇民化，哦，实施这皇民化，啊，这拢是较早囡仔吼。为人啦，是大人，像阮爸爸因较早拢读着暗学啊，哦，拢有拄时啊，两岁、三岁，哦，甚至较侪岁4岁啊，各做一班，哦，所以讲因啦，讲当初呢，唔是共年，是共班，但是年岁有差两三岁，哦，啊，迄阵拢是农业时代吼，哦，较无闲，要读到国考毕业的嘛足少，哦，嘛足少，哦，啊，这就是。伫遮开始实施这个，哦，皇民化的这个进行。啊，啥物叫做皇民化？第一，咱唔知啊，这个语言，这个语言，啊嘛唔知伊这个风俗，啊因爱教咱教，哦来教咱教讲，哦啊，这个语言要安那沟通，哦啊教恁好姓名，哦啊要安那称呼，哦，你像咱的。阿公还是阿嬤，吼，这种会当读个乌卡酱，还是乌豆酱。啊，那咱的爸爸还是妈妈，吼，豆上还是卡酱，吼。啊，那咱的阿兄，吼，因为这是有一个称谓嘛，啊，无你变哪叫？但讲喂，你是虾米人？安尼无迄个称呼是无礼貌，吼、哦！啊，那咱的阿兄，咱来叫逆上，吼、哦！啊，那弟弟，吼、哦、小弟，来叫阿豆豆，吼、哦！啊，那阿姐，阿内酱，吼、哦！啊，那妹妹，吼、哦，咱的小妹，吼、哦，叫做小妹，哎，阿内酱，哦啊。啊那有咩多？吼、哦，有咩多？啊那阿姆、甲阿进大伯遐，还是高张啦、姨张，遐拢叫阿伯，查甫拢叫欧里桑。啊那查某拢叫欧巴桑。咱那伫菜市啊，啊来买菜啊，比较讲啊，这查某吼，啊那年岁吼差不多，咱来讲。啊，欧巴桑，甲恁买啥物嘢？啥物嘢？啥物嘢？哦，买一斤猪肉来，买一粒高丽菜，啥物嘢？咱拢会安尼叫。哦，啊那查甫啊，买鱼啊，啊欧巴桑，哎，即买鱼啊，你甲我，哦，还是加班，哦，你甲我抬一个，甲我甲伊买安尼。哦，拢足时尚，啊，这就是皇民化的一种。也阁有咱啊，伫罗岗街做水电，对无？咱咧夹铁线，迄叫做。骗子对不对？啊，咧锁螺丝、螺赖吧，这就是拢皇民化的一种。哦，啊，还阁有迄个秘鲁，恁在啉的秘鲁，迄嘛是拢日语。啊，还阁有迄个较早，恁即马讲收音机，迄阵就是台语哦。哦，迄阵来真少年，拢听较无。哦，啊，所以讲。在这个时阵，这个叫做皇民化的一种，哦。来，阿恁即马讲这个1941年吼、哦、12月7日，这个东条英机，哦，这是当地时的首相，伊来发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战争，哦，这个战争，啊，这个战争就是因为伊去奇袭珍珠港，哦，对于这个日本海、日本海，但是你日本海要到太平洋。要有两天的时间，哦，两天的时间，所以讲，伊伫12月7号，伊就开始对日本海开始开出去到太平洋，离珍珠港好10点钟的时间俩。啊，因为伫这个战争法内底有规定，你若两个国家要战争，要同意，啊，若无
你若甲伊偷袭，你会违反着这个战争法。哦，所以讲，伫迄阵的战争就拢规定甲足详细，啊，但是日本人头壳较巧，伊到要到的时阵，才甲你宣布，啊，美国伊就应付无法度，已经飞行机拢到遐嘛。哦，所以讲，迄阵恁啊，伫这个影片吼，偷袭珍珠港，这是唔对的，是奇袭，哦，奇袭，哦，奇袭珍珠港。但是12月7日吼，就是这个罗斯福，吼，当时是美国总统叫罗斯福，吼，啊，伊伫国会，伊伫美国法律上规定甲足清楚，你包括你做总统。你嘛袂使发动这个战争，还是讲命令啥物货？你一定要经过国会通过、半数通过了后，那由国会来宣布。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这个日本吼、哦，就是咱的母国去哩攻击的时阵，伊伫这个航空母舰啊去哩，伊去到珍珠港无一个水闸。哦，这唯一的败笔就是讲，伊无将伊这油库半年的存量给炸掉，无伊将伊迄个船坞啊，这船迄个船坞给炸掉。一去伫那洗洗的时阵，哦，啊，这船伫遮，好，你该死啊！哦，啊，就开始炸这船，啊，炸这船都无效，船也当去做啊。但是你船坞你若给要做的船给炸歹，迄、那个机械机舱拢给炸歹。伊就无法度，时间就爱阁足久。哦，啊，你那油那拢甲炸掉，半年的存量，迄油偌济呢？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唯一的败笔，就是讲，啊，因为这伫 Google 吼、哦，恁去哩去甲吹就吹有啊，吼、哦，这影片足济。后、哦、来，啊，这是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又有两下，吼、哦，一个是大罗斯福，啊，一个是小罗斯福。大罗斯福伫1902年。啊，因两个是结拜兄弟，哦，伊是满33年，但是伊小夸哈，伊、哦、拢是坐伫轮椅，小夸有小儿麻痹，哈、哦，小儿麻痹。啊，因为啥物，我太要改中东乡济金，我太单独要用伊，要改讲，伊是伊唯一伫全球内底做上济金的总统，四任。啊，自伊了后。过来，就是拢总两任尔，因为伫这个年代，就是拢在战争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伊绞尽脑汁啊，就是拢用心用精神，吼、哦，伫这个战争当中，战争你敢有要战输？那是这个国家，大家嘛想要战赢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讲你爱想计划，要安怎来战来赢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。伫遮身体，到伫第四任的阵，身体就一直歹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迄阵嘛有心理的准备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一享年63岁，哈、哦，这叫做白宫啊，吼、哦、白宫，阮3月12号，吼、哦，阮去的时阵去10天，吼、哦、啊有经过遮，这你甲看。是因为相机啊，放伫内底翕的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无，这是拢伫惊。你爬去才到这个墙啊，遐便衣遐警察就叫你爱落来啊。哦，所以讲，咱台湾民警有这支机啊，冒伫白宫呢出现。哦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你那平常时吼、哦，本来我讲是要对，这是后面。我是要对前面遐，但是迄天的进前工都发生爆裂物，迄警察底下拢是真枪实弹的，你话袂听就枪就甲你掟啊！啊，佮有咱两个同事嘛，看迄警察骑迄重型机车啊，哇、哦！重型机车，你伫美国嘛，足少在看，毋是讲像咱遮奥多麦向济呢，无。啊，即嘛动嘞吼，哇、哦！咱同事看，毋捌看到迄重型机车，拄仔要走去甲翕相。啊，人家讲吼，迄乌多麦袂使望，啊，咱就是安尼白目白目，如果阮阿要想要坐呢，吼、哦，警察一直甲你讲袂使，人是准备穿，要背起来，啊，咱迄个老师啊讲，
恁袂使歪，袂使歪。你当惊迄双，你当也惊迄双，无要紧。啊，台湾人就是呢，就是拢有中国人教派，对不对？欸，咱本性嘛是袂歹啊，拢有遐中国人带派，咱就拢甲拉拉对中国人去。吼，哦，啊，这是1933年了后，哦，开始对迄个罗素了落来，吼，哦，就是杜鲁门，杜鲁门就是伊啦。有人讲讲啊，美国总统到底是几个，我嘛唔知啊。哦，啊，这是我简单哦，啊，做一个介绍，吼，哦。因过去伫美国嘛有两个党，吼，哦，就是民主党甲共和党。但是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后，我们还是会开放。就是这两个党，让恁自由来选择，哈，哦，民主党跟共和党，哦，啊，这，哦，都是民主党，啊，这过去咱较少看到，哦，那进目前的对这就开始，哈，哦，对卡特啦，哦，啊，今麦这个美国国防部长，哈，哦，嘛叫做卡特，哦，啊，这拢是民主党加共和党俩，哦，啊，这咱。较接近，咱就知影吼，这个雷根啊，吼，啊个这个老布希啊，哦，啊这个就是克林顿吼，伊这嘛是民主党，啊这个是小布希，甲目前进的奥巴马吼，伊是民主党。来，啊咱即摆咱甲看这个教书吼，哦，这个教书啊，教书是比宪法搁较有效，还是较大？吼，哦，因为诏书啊是天皇直接命令，就是像较早的圣旨。哦，有人哦，圣旨到，啊，有的爱，遐大臣啊，还是遐迄个拢都爱跪嘞。哦，这就是圣旨。哦，诏书相共吼。啊，但是你宪法啦，得爱个伫国会内底。哦，啊，得个遐开会啊，这个啥物条文爱改，还是安怎啊通过？哦，这宪法得较慢。啊，所以讲这诏书是伫1945年4月7日，吼，哦，昭和天皇下诏书的，所以讲是将台湾甲澎湖合并伫伊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内底。安尼，当这时伫这个进前拢是殖民地、殖民地啊，啊，但是殖民地吼，哦，会当挂出去哦，会当挂呢，但是对浙江了后。你就挂袂出去啊！哦，因当时哈，哦，伫这个1895年，这个下关条约有挂三块土地，哦，大清有挂三地，包括咱拄啊讲迄两个，了过一个辽东半岛，啊，但是辽东半岛是大清的这个领土，哦，叫做奉天呐，啊，哦。那是大清的发源地，所以讲这是领土。啊，当这时有三个国家抗议，哦，德国、法国加苏联抗议，讲这是领土，袂当割予人。所以讲天皇伫半年的时间，佮吼，哦，来写一个这个反还条款，佮来将这个辽东半岛来向中国，吼，哦。啊，伫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哦，这就是属太平洋的战争，咱是属太平洋战争。但是蒋介石因是属中国的战区，无同，哦，这个趋势咱来去了解。啊，但是为什么迄阵叫做高沙义勇军？义勇军的意思就是讲，咱要搁是殖民地，哈，哦，是殖民地。叫做义勇军，但是呢，对1945年4月7日已经合并的领土了后，这那征兵叫做皇军，哦，正式合并的伊的领土，所以讲伊用征兵的名义，迄这边叫做皇军。阮三姑杨金山就是皇军，哦，就是皇军，哦，啊，但是迄南洋战争去拢无当来，哦。啊，伫这个什么人你知无？吼，哦，这弄这个概念哈，哦，这是本尊呐，啊。哦，但是伫即处的战争，
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天皇伊嘛甲讲啊，因为这边的战争拢是我引起的，所发动的，所以讲将这资金拢由天皇交予天皇来担起来。但是麦克阿瑟阿公，我会做调查，哦，我会做调查。啊，所以讲伊派一个将军哦，这个麦克阿瑟有派一个将军来做调查。调查起来，就是拄仔咱讲迄个首相东条英机来发动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东条英机伊毋是枪杀咯，伊是绞刑。哦，对暗棍啊，爱甲伊吊起来绞刑，吊甲死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天皇伊无受处分，哦，没有受到处分，哈，哦。来啊，这个是这个密苏里舰，哈，哦，签这个投降书，递投降书，哈，哦，递投降书，第9月2号，哈，哦，9月2号。啊，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结束，哈，哦，就是讲这个美军叫这个蒋介石，哦，来这代理占领，啊，代理占领就蒋介石来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种人？哦，咱来甲看卖，这敢有先军队？有无？这敢有先军队？哦，结果咱是有这些人管的呢，咱是有这些人管的。来的时阵唔捌字的，哦，甚至咱当初时，咱伫迄水泉啊，哦，伫泉的时阵有水落来，嘿，伊嘛计较呢，去五金店头那买一水泉啊，那甲插入去，我是安怎太无水？过去甲五金店迄头家娘火呢，讲你来卖我这物件歹，人泉落落水，我是安怎泉内无水？你要看啊，迄种人，咱迄种人管，迄连一点仔知识都无。你当然爱有龙井啊，啊，你也有牵水管，啊，电嘛爱拍水塔，嘛爱拍水莫打，拍去水塔来，安尼全唔到水，哦，对唔对？啊，安尼讲，迄水泉啊，安尼讲，我那落边安个落，安个倒个，啊，水要几多出来？哦，都是水库个，哦，抽得有。所以讲哦，实在讲诶，在恁还未了解这个台湾整个的历史，哦，包括这法律的时阵哦，人若讲啥，咱就听啥，戆戆唔知去分辨。但是恁今日来上初级班，哦，拄啊，基于咱秘书长讲迄两点，我会做详细的解说，会对对来，这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是对对来。哦，啊，甲流氓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即等下恁来听啊，足详细。因为恁上界基本，恁就爱了解这两点。哦，等下我来做解说。哦，啊，即啥物功夫者？咱迄阵嘛唔知影咧，吼啊，对人啦，机啊差，吼，哎呀，中国人差拢几排啦，差几排。啊，恁若有上过经过两工了后，你甲想，啊，即今仔敢是功夫者？10月25号敢是？哪个是安尼都无采工？你来咧上课拢咧度孤呢？哦，因为我是徛伫遮，徛伫遮，我这是袂使学袂讲的呢。哦，袂使学袂讲，因为这个镜头对我，都是伫全球70几万人在收看。哦，包括恁伫遮度孤上伫困拢知。哦，你厝网络看就知影。哎，啊，阮啥物人去上课？伫对个，伊拢知影，这伫对个拢知。哦，曾经我伫第一教室在讲的时阵，啊，这个吼，他坐伫第二排，我一个咱的女童星，哦，伊讲伊要来上课，啊，因先生啊，怎样来拍开？啊，即嘛吼，是这个手机吼，咱拢总关静音。哎，即嘛吼，拍开时看到来讲，你上课就在打瞌睡，哎，你还在？啊！伫内面都拢有，迄，咱的网络都拢有看啊。安尼哦，你有看哦？哦，所以讲咱这拢 live 的吼。我伫遮讲，全球都拢总看会到吼。包括伫纽西兰，哦，包括伫咱伫这个美国的洛杉矶拢看会到吼。
来啊，这张哈、哦，这个就是因为咱真个官司，咱拢是用这张，包括咱伫2006年哈、哦，咱秘书长定传228个去控告美国，咱是用啥物个告诶？因国家是免诉，咱是用人权、人权。哦，恁包括恁即马起即张新闻证是安怎来？这个法院是根据什么？这张就是1946年1月12号，中华民国伫一夜之间将咱所有台湾人改变做中华民国籍，就是即天啊！哦，包括咱伫2月28号，哦，咱提出告诉，那么是用人权改革，因为咱的阿公阿妈迄阵是日本政嘛，对不对？伊敢有同意讲要改做中华民国籍？嘛唔是啊！哦啊，所以讲伫这个人权公约内底，哦，15条之一之二，因为咱每一个人生出来拢有国籍，都有国籍，但是你要改变你的国籍。你有三个条件，哦，第一就是你爱愿意，第二你就是爱意有意愿，第三你爱有合法啦，哦，这咱拢照法律来咧讲，哦，哦，啊，这就是，哦，一家34年嘛，哈，34年就是这个加11嘛，哦。10月25号，哦，1945年，哦，阿家，哦，这是1月12号，节参制第01297号训令，哈，哦，这是行政命令。过来，就是1947年的2月28日，哦，这大屠杀。我会记得我去日本的时阵，哈，伫咱这个司法部啊。咱即马即个潘部长，吼潘信行，伊个爸爸妈妈做医生，吼，就是伫即个嘉义车头，就是伫啊，因爸爸妈妈就是会枪杀死个，吼，这是伊就是228个受难者，吼，啊，因为即个相片，恁拢伫 Google 内底，恁会当找到，起码有足济足残忍个吼，因为我都是啊，我简单用。用这个影片的话，因为有受难者哦，伊会想到当这是因的四大人啊，还是因的阿公阿妈吼，所以讲我拢简单用一个，啊，恁知影的，恁若有要看较详细，恁 Google 去就甲找到有啊，迄足侪影片，甚至诶画一条狗啊，啊，即嘛四个人拢该落落个狗啊，恁俩，哦，所以讲这足残忍的，啊，这个你甲想讲伫这个教科书。也要把我们换掉，你自己想有没有可能？你想当时是德国的慕尼黑大屠杀，那南京的孩子的教育都要汲取教训，他们的孩子就要知道，啊，我们的子孙我们要知道真真正正的历史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我跟我爸爸说的时候说，因为我爸爸已经85岁，你过去知道的历史，但是你不敢说，在那个当下就是因为经过228甲白色的恐怖，这难知影。但是我知影这个历史了，我爱教我的囝，啊，教我的亲戚朋友，我爱互伊了解。这但是真真正正咱要爱的历史。过去，伫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下，的这教科书啊，你甲我读的拢相共。哦，包括到即阵70年，拢是奴化的教育。哦啊，所以讲。咱若台湾民政府接证了后，咱会将这真真正正的历史，伫教科书内底，咱对囡仔，咱就爱给教育。哦，咱过去咱的祖先是安怎过来？哦，来啊，戒严，哦，38年过56天，哦，就是1949年，哦，5月19日开始，到即阵1987年7月15号，多好38年，过56天，哈、哦。
啊，这就是1949年6月15号，咱拢有听到咱的师大人，还是咱的阿公阿妈有讲过40000元一元。哦，啊，迄个一元的青啦，我有第二版的，啊，第一版的吼，一元是值的。在咱的影片内底吼，你对迄个 Google 内底来找拢有，吼，拢有。这40000元一元哦。咱那唔免啦，咱那1:30就好啊，哦，咱那我们的成员，咱就只4000名，哦，咱那想讲安尼有这个优惠，那10000块就偌济啊，换做美金呐，300万对不对？啊，那100万的代票，就3000万啊呢，3000万你那做工要赚到当时。有都是啊，一世人你都要欠无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以后咱的转型正义，咱的瓦德登来，吼、哦，咱的瓦德登来。来啊，这个日本哈，诶，这个人讲零式战斗机，啊，这个零式战斗机是安怎形成？伊的来源，哦，伊的来源是安怎叫做零式战斗机？哈、哦，这是。因为纪念着黄治2600年，吼、哦、昭和15年，改伊命名，吼、哦、迄、那个零呐、啊，2600迄个零，吼、哦，所以改叫做零式战斗机。哎，这零式战斗机吼，真轻，哦，伊迄个机座下面是用这个铁做的，但是伊伫顶悬，咱的驾驶座迄是用茶。较轻嘛，啊，所以讲迄阵在战争的时阵哦，得飞拢飞足紧，啊，飞足远。但是美国规只拢种铁啊，较慢、较笨呐。哦，但是相对伊政治拍着，无遐容易拍入去啊。但是你那这临时战斗机那便是哦，政治烧着，那么人就随受伤，因个房啊更贵嘛，哦，较容易更贵。来，安尼。9点啊，无咱来休困10分钟，好无？吼、哦。